台黑这个部分里面哦，本来就是在各党的党纲当中都会有。那国民党这一次哦，这个县市长的选举里面，其实朱主席就是秉持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哦。所以我想这是蓝绿的共识，就是看谁的执行度会是比较好的。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哦，这个排黑要把这个黑的定义把它说清楚，因为一方面我们在处理一些所谓的更新人，应该给鼓励他有一个更在线的一个机会，一方面又是对于这个黑道的这个样一个定义又会模糊不清。我觉得这都是未来蓝绿两党当中对于这个黑的定义应该讲得更清楚，让大家比较有个依循的一个标准。我觉得国民党向来对于排黑这件事情，在我们这次的县市长选举当中，其实就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一个门槛上面的一个删减，所以国民党是显示出他们在这一块是有执行程度的。那至于法案的部分里面，我还是强调啊，因为这次的会期结束了，下个会期开始，我想群众都在看，蓝营党才是真正在对于这个排黑是做具有大的执行度，我想民众都会放大眼睛来检视的。